好的，那么今天我们上到第五单元了啊。那第五单元上来第一个词是什么词呀？大家看一看，化学师认识吗？哎，这个是甲烷，对不对？一天天的就知道上课做小动作，好好听课。不是呀，老师，我有几个单词发音不太确定。哪几个单词？快说。和平这个单词怎么读？看好了，和平就是 peace。那么战争呢？而战争呢，就是 war。最后一个成立怎么读？而成立呢，就是 found。老师，你把这三个单词连起来读一遍。好，那我就连读一下 peace, war, found。 大家注意要读的饱满一点， peace, war, found。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